诊部分的话，这边有多严重？哎，那边我知道这个事情，但那个案例的来源还是长期住在日本的哈，住在菲律宾的人还是台湾过去的，还没有掌握到。可能会造成一个防疫的漏洞，那现在是不是会针对陪病者这个部分？当然，我想在陪病，反正医院的人多就增加感染的机会嘛哈。那但是有时候陪病对于病人哈，他还是有他的需要。所以怎么样让陪病人有一个正确的认知，哦，那也不要在医院里面爬爬照，也注意个人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卫生，哦，那医院尽量给他一些辅导，那就减少到最低了。有时候日子还要过嘛。好的，2.0的部分呢，啊，他今天会有正式最新进度吗？加上说整个医护感染的部分，你的赔偿问题今天有最新进度吗？是没有，我们本来就是要等这两天把那个哈相关的一些补偿详细办法定好。那至于医务的那个，等于是那个补偿的部分，那是本来在传染病法就有的。原料药当然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问题，如果疫情延长的话，当然会形成问题。不过我已经两个礼拜就跟药厂都开过会，那请他们就是说能够尽量到国外去掌握这一支原料药，那我们也给他适当的一些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。谢谢部长。